你通常会点样处理喺屋企同埋学校食剩嘅食物？如果将呢啲厨余直接抌喺垃圾桶同堆填区，会对环境造成乜嘢影响呢？我哋想知道点解学校要实行中央派饭啊？之前喺课室食饭盒都冇咩问题啊。我嚟会议室之前咧，啱啱准备咗啲相俾你哋睇。你睇下，呢啲就系学校以前采用即弃饭盒而剩低嘅厨余。你睇完之后有咩感觉啊？平时我哋只系留意自己个饭盒，都冇留意到其他人嘅饭盒嘅。原来佢哋食剩咗咁多噶，有啲仲好似冇食过添啊！校长啊，呢度系几多班收集翻嚟嘅厨余啊？呢度只系其中一班咋，你哋可以想象到全校收集翻嚟嘅厨余有几多啦。其实同学每一日浪费嘅食物嘅情况都几严重下噶。每一日我哋回收车喺饭嘅供应商啦，喺学校啦。收翻嚟嘅飯盒咧係有140,000個，大概佔香港嘅學校嚟講咧係大概係7-8%到。我俾啲飯盒你哋睇下，呢一個飯盒係完全未食過嘅，啲學生咧就掉咗佢嘅啦。呢個咧就食咗大概一半到，所以我好希望同學們好好咁樣珍惜我哋嘅食物。而家咧每日喺堆填區要處理嘅廚餘，其實大部分咧都係嚟自我哋嘅屋企噶。我知道。好多家庭咧都会将食剩咗嘅饭餸倒晒佢，其实咁样系好浪费噶。而且呢啲厨余咧系一啲有机嘅废物嚟，会好容易腐烂。将佢弃置喺堆填区，会产生大量嘅温室气体同埋高污染含量嘅污水，严重影响我哋嘅环境噶。喺屋企同学校。我哋要点做先可以减少制造厨余呢？香港政府会点样处理回收翻嚟嘅厨余呢？我哋收翻嚟嗰啲厨余咧，我哋都会由我哋啲工友将一啲饭盒咧就倒落去运输带度，就直接运送到去我哋嘅开饭盒机度嘅，将一啲饭盒同埋厨余分开。而厨余咧，我哋咧就最主要咧就会直接运送去俾猪场猪只食用嘅。咁而有部分嘅厨余咧，我哋就会经过呢个烘干机，就烘干为变为呢个饲料，亦都有部分攞嚟做肥料嘅。就直接咧就會提供俾有機嘅農場嚟到去堆肥。香港而家咧每日生產嘅廚餘咧大約有3,600噸，其中咧有2,600噸咧係嚟自家居嘅，咁另外個1,000噸咧係嚟自工商業嘅源頭嘅。香港堆填區最多嘅垃圾就係廚餘，佔咗成3-4%嘅。依個咧係我哋要從源頭減廢，同埋咧我哋支持咧呢個食物捐贈。香港起緊第一個嘅廚餘廠係好先進嘅，就將香港分到的廚餘咧，係可以變做電力咧，上網俾大家用。我哋繼續咧起多啲依啲廚餘廠，幫助我哋咧係減少廚餘嘅。最後啦，我哋咧要知道咩叫做現代化嘅未來嘅天人合一啊！廢物係其中一種嘅思考，可以幫我哋減碳嘅。最緊要就係話，我哋要向前看，知道乜嘢叫現代嘅天人合一，同時間咧要知而後行。大家一齊為咗香港嘅未來，為咗你嘅未來，大家一齊咧係替做一個。低碳的香港，千祈咪做大嘥鬼，好唔好？好。你的学校和社区有没有厨余处理计划？我们和政府怎么可以更加有效地回收和处理厨余呢？要减少制造厨余，我哋喺日常生活里面可以点帮手？厨余回收有乜嘢好处？厨余又有乜嘢用途？线时间咧就会喺我哋学校嘅家政室啦，即系老师食饭嘅地方啦，同埋我哋小卖部出边
就會安放一啲嘅廚餘回收桶啦。咁同學同埋老師，佢哋享用完佢哋嘅午飯之後咧，就會將佢哋食剩嘅餸咧擺翻喺我哋嘅廚餘回收桶入邊嘅。環保風紀咧，收集完呢啲嘅廚餘之後咧，就會夾埋一齊放喺一個回收箱入邊。等到放學嘅時候，就會有同學負責將呢啲廚餘咧拎去跑道後面，負責沖水啦，將廚餘上面嘅臭氣咧就全部洗乾淨佢。確定咗冇臭氣之後咧，我哋就會將呢啲廚餘擺喺我哋嘅回收箱入邊，然後我哋會喺回收箱上面咧再滲一啲嘅廚餘粉啦，就加速佢哋嘅分解嘅速度咯。咁呢啲廚餘我哋堆埋一齊之後，大概半個月到啦。咁呢啲嘅廚餘咧就已經成功發酵咗，成為一啲可以攞嚟堆肥嘅肥料啦。咁我哋會將呢啲可以堆肥嘅肥料咧，就會放喺我哋學校入邊嘅草地上面啦。成個廚餘嘅回收程序咧，其實係非常之簡單啦。咁我哋學生其實有一個好簡單嘅程序咧，就已經完成咗成個廚餘回收嘅計劃噶啦。但係咧，我哋屋企有冇一啲處理廚餘嘅設施？到底有冇辦法可以減少廚餘咧？梗係有啦。例如我哋在家準備食物嗰陣，避免準備過量嘅食物，並且充分利用所有嘅原料。其實就算係送頭送尾，只要好好利用嘅話，都可以成為好味嘅菜式噶。唔該。另外在餐廳進食嗰陣，千祈唔好眼闊肚窄，點過量嘅食物造成浪費。其實每一天我哋喺自助餐台上邊會收集咗剩餘及可安全進食嘅食物啦，就會收集個食物盒裏邊。之後我哋會放一個零至四度嘅雪櫃裏邊作為儲存，等待啲慈善團體嚟收集，送俾社會上有需要嘅人享用。我哋酒店係積極參與呢個項目啦，希望可以減少食物嘅浪費啦，同時可以幫助社會上有需要嘅人士去對抗飢餓同貧困。進餐的時候，除了懂得欣賞食物之外，還要記得不要浪費食物，桌上零廚餘，如果真的吃不完可以打包拿走，即是不要浪費食物。你想不想到其他建議可以推動同學和家人減少製造廚餘？Recycle 有乜嘢分别？点样先可以将厨余再次变成有用嘅物品？我呢度咁多茶叶，咁我哋可以用啲茶叶嚟整啲咩咧？今日咧，我哋就会用茶叶嚟做 upcycle 茶杯自然嘅。recycle 聽得多啦 ，upcycle 係咩嚟講 ？recycle 咧就其實好似用玻璃做例子啦，用玻璃回收翻嚟之後再做玻璃樽，咁其實咧呢個就 recycle。咁咧 upcycle 咧其實咧就係回收產品翻嚟之後再加你嘅創意 add value， 然之後再做第二樣新嘅產品咯。好啊，咁我係咪可以試下整啊？喂，卡，我整完啦。哇，好 colourful 啊！得唔得？OK 啊，你諗住聖誕節用？係啊，啲顏色好聖誕節啊。係啊，諗住聖誕節嘅時候可以過嚟做杯子，或者聖叔俾阿媽啩。嗯。咁你喺度做緊咩咧？本身？我喺度做緊下一個 workshop 嘅準備嘢啦。咁啱啱阿 J 教咗你做用茶嚟做茶杯墊啦。咁其實咧，我哋仲可以有唔同嘅材料去做唔同嘅產品嘅。啱啱咧就係茶樓茶餐廳收翻嚟嘅茶渣啦。咁亦都有花墟嘅爛植物啦。中藥藥材鋪嘅藥渣、果欄嘅爛生果，其實我哋可以用呢啲嘢收翻嚟升級再做其他嘢嘅喎。咁可以做啲咩咧？有 2D 嘅就好似紙咁樣啦，
咁呢啲紙咧就可以用嚟當包裝紙用啦，又或者好似 postcard 啊，可以印嘢上去，咁就做書啦。甚至我哋會遲啲 develop 一條就係牆紙咁樣嘅路線嘅。哇，好好靚啊！同埋佢呢啲硬度，你可以自己 set 你想點樣就點樣。有同埋呢啲顏色，甚至乎係呢個係花，好靚啊！呢個色好靚，可以做 postcard 啊，可以做 envelope 啊。咁亦都有 3D 嘅 ，3D 就係好似啱阿 J 教你用嘅，好似陶泥咁樣嘅一個泥波做成茶杯墊啦。咁仲有物料磚，我哋平時設計會用電腦畫咗個圖，譬如話我想做一隻杯嘅，咁喺電腦度畫咗個杯之後咧，咁就入機器，咁佢就會轉咗隻杯出嚟㗎啦。咁呢啲可以用嚟大量生產嘅咯。哇！好勁呢個，呢個真係好勁。佢嘅硬度係夠嘅，因為好似中藥咁樣，呢啲咧好似藥材，佢係一啲植物啦。咁係可能一啲樹木啦，咁所以其實佢嘅硬度係好夠嘅，可以承托一個人嘅重量。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可以用呢一樣嘢成功做到一啲比較大型嘅產品出嚟咯。同埋呢啲嘢嘅貨源係免費嘅係咪？係啊，係取自一啲香港比較傳統嘅市場啦，即係果欄花墟，又或者一啲香港自己本土特色。重啲嘅就茶葉啊、中藥啊呢啲，咁我哋希望廚餘做出嚟嘅物料唔單止係可塑性高嘅，而且係有香港自己本土特色嘅物料嚟嘅咯。好多謝你嘅卡，我今日真係好收穫好豐富啊嘛！首先阿 J 教我整呢個杯墊啦，咁又聽咗你解釋，原來茶葉、中藥甚至係果皮都可以整咁多嘢出嚟。咁啊，今日上咗第一堂，咁希望下次可以跟你學整啲難啲嘅嘢。好啊！其實咧 ，worksheet 係專係研究物料嘅一個工作室嚟嘅。咁我哋研究物料咧，其實用嘅切入點咧就係用廚餘啦。廚餘呢一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唔止喺香港，全世界都係。就以香港以茶葉為例啦，啱啱做咗茶杯墊，淨係統計得到嘅茶葉咧，就每一日有一噸送去堆填區嘅。一個咁大嘅問題，唔係淨係話用嚟生物能源又或者堆肥可以解決到嘅一個問題嚟嘅。我哋 worksheet 唔係話解決曬廚餘呢個問題，而係提供另一種 alternative 嘅方法去 address 呢一個問題啦。咁我哋就將佢變成半製成品，就有 2D 嘅紙啦、3D 嘅物料板、物料磚同埋陶泥形狀嘅嘢。咁呢啲可以運去其他工場去做後製加工，成為茶杯墊啦、器皿啦、傢俬啦，好多日常生活中你會接觸到嘅嘢。咁呢啲咁入屋嘅嘢咧，先至可以個量夠大去去處理到廚餘呢一個問題咯。對大眾嚟講咧，可能 upcycling 仲係一個好新嘅概念，但喺外國可能其實佢已經係你嘅日常生活嘅習慣咯。我哋希望 upcycling 或者環保都係你一個好平常日常生活嘅方式咯。所以我哋點解會做物料嘅原因係因為物料嘅 application 係最多嘅。咁我哋希望我哋嘅產品真係可以融入生活當中，唔係只係單單流於係一個 topic 啊或者一個議題咯。我哋身边有边啲厨余可以 upcycle？ 除咗茶叶杯垫之外，厨余仲可以整咩咧？